各种水果可制成环保餐具，可被利用制成环保餐具的水果是奇异果还是百香果？百香果。你为什么不拆奇异果？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壳啊，跟它那个壳外面那个，你知道那个白白的那个里面那个白白的东西，感觉可以。那它里面那个白白，它那个白还是你的脑子白呢？那只要我答对哦，那就是你白喽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